我而家就喺窝打老道嘅128号，发展商将其中两个细单位拆咗，变成一个1792尺嘅大单位。发展商容许系先住后付，隔篱左右就系一啲学校区，而我哋前面咧8年嘅名校马里诺。我哋见到呢个屋苑咧系单栋个玻璃幕墙，非常之靓仔。我哋上去睇下，呢度就系一个玄关位嘅位置，整咗一个鞋柜啦，然后隔篱就系工人房。底区工人房嘅浴室，工人房用透门嘅，个厨房系 upgrade 咗嘅。所有家电炉具都是顶级的名牌 Miller 啦，一体式的洗手盘，大盘一个细盘都方便你洗嘢。仲有啲储藏柜啦，非常之好，仲有啲杯柜。下面啲收纳柜又整得好靓，酒柜啦，10CL 嘅双门嘅雪柜啦，焗炉、烤炉，所有嘢齐晒，同埋佢有个窗啦，望出去都几靓。同埋呢度会望到少少辣海景，呢、這个厅就真系入到嚟系可以哇一声嘅。外连一个长形嘅露台啦，可以摆两张凳咁望住成个山景，系超级正。住呢度翻學都幾近，周圍都有學校區。前面就馬里諾啦，8年嘅學校，數過去冇一個高過你嘅，視野係超級闊啊！我哋而家喺20樓，發展商特登將兩個單位打通，變成一個1792尺嘅大單位。見到呢個廳咧係一個呈 L 型嘅，入門口喺嗰邊啦。咁呢度就係一個客廳，客廳係一個橫廳嚟嘅，同埋佢係南北對流嘅，因為呢邊都有個窗嘅。打完之後就好順風啦。如果我擺咧，就呢邊係飯廳，因為隔離係廚房，咁呢邊可以作為一個偏厅用啦，整个客厅其实好奢华，你见到洗手盆、坐厕、浴缸都系用啲金色嘅框边，灯底打落去咧变得几高级，同埋都有足够嘅收纳空间。第一间房喺市区楼好似咁大嘅睡房就好少有，呢边就望翻窝打老道嘅，都系市区景为主啦。同埋佢呢度都有一个细少少嘅露台位，都可以俾你行出去呼吸下，而呢度都望到少少辣海景。IFC 啦 ，ICC 啦。当豪房都是套房嚟嘅，用趟门嘅。呢、這个浴室其实几奢华嘅，主人房嘅5件套洗手盆啦，坐厕、淋浴区、浸浴区，成个浴室就好大，同埋有个电视屏幕。转入嚟咧，咁大间房就摆喺好中度，随你点摆都得。有一个弧形嘅窗，望出去视野系非常之阔啦。荃湾、青衣嗰边扫过嚟。九龙呢边卖到最贵，堤山、堤外呢边都望到嘅。第三间房都好方正，同埋都有个细嘅露台仔，望出去景观同个厅系一模一样。如果嫌个主人房唔够大，就打埋俾个主人房。呢间主人房系560尺，系超级大，真系好巨型，基本上等于城中心嘅一间两房嘅 size。有一个露台位，望出去同个厅系一样景观，都望翻全山景。如果摆位就可以随你发挥，我自己。做咧呢边可以做书台啦，做个衣帽间。通常啲豪宅级数咧，浴室先会有呢个双套门嘅设计，两个洗手盆啦、坐厕、淋浴区同埋浸浴区，成个浴室嘅动线豪华程度同埋实用性都好高。哇！呢个镜柜好深，基本上成个手臂。似呢间屋就1792尺，发展商就招标卖，依乡尺价暂时唔知，老板有冇兴趣过嚟睇一睇？再同个发展商倾倾，拜拜。